所以呢，中国这一百年的艺术被一个东西彻底迷惑住。什么东西？写实。哦，其实没搞这个，会不会以前中国古代这个很不写实？所以恰恰相反，嗯，中国古代写实超过西方。啊？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材料啊。哦，南京博物院馆藏一批明末清初的人物肖像画，嗯，那个写实程度西方达不到，里面画了一批官员的有名的官员，这是我上课整天讲的那个内容。嗯，为什么呢？里面其中有一张很重要的，我想想看，好像那个叫罗英斗像或者什么像，是个官员啊，嗯，画家也不知名的，当然中国画这种肖像画当然是个老人肖像画。嗯，有几个因素，第一，人家年纪大了，对象是吧，嗯，眼睛就松弛了是吧，就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嗯，他就画出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嗯，第二个鼻子一个老人斑，眉间一个老人斑，脸一个老人斑，你看的时候吓一跳，三个老人斑不一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嗯，那也就意味着这个画家画这个画的时候就是画哪里看哪里，嗯，知道没有，就是极其逼真。然后我再问你，西方油画肖像有哪一张是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因为他们是标准在前，他们说得很清楚，两个眼睛长得相反，大小一样。如果说真的出现一张真的有大小有所不一样的，一定是有别的原因，但是基本上没有。那么就凭这一点，凭什么说西方写实超过中国？中国画家都知道画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西方画家不会画一个眼睛大。他反而可能没有那个所谓唯美的标准是吧？对于那个美跟丑的这个判断的一个标准，西方有标准，西方有标准是吧？中国写实啊，就写实。所以如果说从最纯粹的写实意义上，我一直告诉大家听，中国的写实程度超过西方，就这个例子。你们大家去查南京博物院馆藏明清交际之间的一批人物肖像，这是非常有名的那种。那对比起来，就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算不算呢？不是，西方是这样，这里面有个文化差别。嗯，西方也不能说是它是叫做写实的，我们总是用这个，所以我说这个概念是错的。嗯，古希腊艺术是建立了一个什么概念呢？叫做标准。嗯，所有的人体的比例，嗯，它是一个标准的，我们要画这个标准。所以古希腊艺术是没有个性的，嗯，但是古罗马为了突出一下才开始搞雕肖像，有所个性。这个标准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又重新出来。所以你看米开朗基罗画的不是一家人吗？你看吧，嗯，当然他也画些写实肖像，他画的不多吧，嗯，拉斐尔基本上也是一家人，当然他们有肖像要求，他们画肖像，但是肖像就有一系列要求，比如说是不是三的侧面，嗯，是不是，比如说就像今天我们拍照的最通俗的拍照一样，这个是不是三侧面看了我头低一点呢，啊，为什么头一低一点呢，嗯，下巴就没那么大了，对，就瓜子脸呢，啊，头低一点呢，眼睛看了你朝下这样子，这样看了你两个眼光有神呢，嗯，而且眼眶深度出来呢，再打一个光，这个光在人像摄影里面是个专业名词，叫蝴蝶光，是吧，嗯，光打过来在鼻子里面形成一个投影，那是一个蝴蝶状的，哦，这里面光打过来，这里有阴影，这里还要出现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在西方叫什么，叫伦勃朗光，啊，嗯，是吧，对，对，它是有要求的，所有这些要求规范的包括所谓写实肖像，嗯，所以所有西方画家所画的这种肖像，它既要像对方的同时，它包含着一个画家对于这个所画对象的某种性格评价，而画女性的画无一例外一定要符合比如说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普桑的要求，也就是古希腊的要求。而中国这些民间艺人画肖像的，包括为乾隆皇帝、为雍正皇帝、为康熙皇帝画祖宗像的，
他们有这个要求吗？没有，他们的要求是另外的要求，比如说正面、端坐、不苟言笑。嗯、但是一个年龄大，也有影响。只要你是长成这样子，我就必须画成这个样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你说中国是不是写实？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因为中国它没有一个具体形象的比例规范的要求。嗯，这样呢，反而使中国那些画人物的画家看的对象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这些。没有那些限制、没有那些限制，他的限制是主动向正面，他不能画四分之三侧面。好，当你是个人物画家的时候，他又归入另外一个样子。比如说陈老莲，他画的人物大小孩，那么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跟他的佛教信仰有关系，是吧？比如说中国仕女图有一套模式下来，一画女的是小嘴唇、小鼻子，管你长得什么样子呢，是吧？所以写实这个概念把绝大多数人都被迷惑住了。而中国艺术界这一百年来最奇怪的就是追求写实，然后呢导致一个结论，西方是写实，我们中国这是写意的，谁告诉你写实不能概括西方的艺术？我们学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老师都是这么说，对，这成了一个大家随便说的词。我说了很多次，我最近写老写文的老说这个干嘛？你凭什么说写意是中国的？西方都不写意 啊！你看那个严谨的丢勒的一些铅笔书法不写意，比你写意的多了，怎么可能呢？什么叫写意呢？对，不就是表现性啊，是吧？那么西方有西方的表现性，中国有中国的表现性，中国的表现性用毛笔、宣纸、墨，对不对？西方的表现性，铅笔啊，铅笔之前是什么？文艺复兴的书法是什么画的？真的是那个有那种铅做的那个金属笔啊，真笔啊，而且专门在那种色纸上画，有一套技巧的，不是我们所以为的今天拿个工厂生产的铅笔就开始在白纸上画，这是今天的事，这是后来的事。所以不要被写实蒙骗了你的双眼。如果一个普通人对于艺术的判断就是写实，对于摄影的判断就是是不是拍得像范冰冰，那你就不要玩收藏。所以当代的这个中国摄影其实有很大的程度在去这个对这个写实、所以当我这样一讲大家就明白了，出生于油画的王庆松拍照去了，他画画吗？画了干嘛？是吧？画了干嘛？我想他画一定不穿的油画系出来的，川美出来的，为什么？他是个图像工作者，他把图像的拼接和场景看的是一种说话的方式。那么呢，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作品去破解所谓的写实或者一般意义上的摄影的迷雾，是吧？这样的话你会有极大的收获，这对我们的眼睛是个考验。越是普及摄影，每个人越是容易拍照和被拍照，我们越是不明白我们的眼睛如何判断对象。所以有一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做摄影老师，就是著名的摄影家刘伯志先生，他带学生拍照，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带学生拍照每个人拿照相机你怎么教啊？他说我没这么要求，我就一个要求，请你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结果学生拿照片来看，刘老师看了完就扔了一边去，这不是你看到的，是别人看到的，别人看到的你拍来干嘛？对，我问的是你看到的什么？于是学生先拍了一大堆别人看到的，等到老师们一说了以后，想想也对哦，然后拿起相机扫到了，忽然发现我看不到，我看到所有都是别人。所以恰恰在摄影极其普及的今天，这个问题才是尖锐的，你看到了什么？同样在摄影照片里面，在我认为的王庆松摄影艺术里面，它究竟呈现一个什么的一个概念和含义，这很重要。我们要明白这些摄影家的意图，包括一些更年轻的摄影家，是吧？比如说现在在美国纽约的张欧，他是广州美院附中毕业的，中央美院壁画系的本科生，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摄影硕士生，他在大概三年前，我估计啊，我忘了三年前、四年前，他有一张照片，后来在中国摄影杂志上发表了，影响很大。
一下哦。